果要评一个手机外观设计奖，相信小伙伴们的答案肯定各不相同。那如果换个问题，哪家手机设计更懂中式浪漫？我想啊， vivo 一定无出其右。从 X 系列再到 S 系列，无论是颜色的名称还是外观的设计，都有东方美学的韵味。那么刚好最近 vivo 发布了 S18 系列，那还等什么？走着。我手里的这一款叫做花似锦，顾名思义，背板的设计繁花似锦，犹如层层花瓣遮盖，静态的玻璃下有着鲜花盛放的生命力，在多角度的灯光照射下，白色蝶状花瓣慢慢展开，宛若一枚玉玲珑在掌心定格，更有一种纯洁无瑕的质感。古人赏花将花当成世界的缩影，正所谓一花一世界，花寄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情感。可以说，当我们在看到盛开鲜花的时候，内心涌动的正是对自然的造化以及宇宙万物的柔情。而 S18 的花似锦配色，也正是我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喜悦之情，以及对于不竭生命力的渴望。正如袁言在所言，科技越是进化，就越接近生命的形态。背板左上方的影像模组也贯彻了 S18 的设计语言，官方称之为水光云窗镜组。相比于上一代 S17 的镜头模组而言，这一次的设计更加前卫大胆一些。两个方形模组坐落在方阶之上，让整机更具有层次感。方阶上侧是镜头模组。值得注意的是， vivo 细心的在镜组玻璃上做了 R 角处理，如同水滴滴出一般，使突兀的镜头模组变得更加柔和，进而与水光云窗更好的合二为一。要知道，现在的手机镜头模组的割手感都十分明显，但这一次 S18 的镜组处理尽管不起眼，但能够大幅度的提升手感，深得我的喜爱。那来到镜组下方，方环状的柔光灯以及一个闪光灯如同古时的方窗一般，内部做了与背面相同的花瓣设计，搭配前者的方窗，宛如琼包裱于画框之中。正如叶勇所云，一镜竹阴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不过这么大的闪光灯我可是第一次见，这得叫什么？闪光灯 Plus Ultra。 哦，原来它上面写着 Aura Light。 来到手机侧面，上方是 vivo 经典的天窗和红外，风格十分明显，右侧则是音量电源键，下方是卡槽充电接口以及扬声器。整体来看， S18 在保留了家族化设计的同时，在 S 系列上的设计风格更懂中式浪漫，颜值也提升了不少。尤其是这一整个背板啊，让我想到了隔壁的白，可以有点东西。来到正面，和上一代一样，2800×1260的屏幕， 1.5K 分辨率，同时120赫兹居中挖孔屏，变化不大。尽管屏幕显示效果非常细腻，但这升级速度，牙膏还是要慢慢挤才对味儿啊。影像方面，咱们先说前摄，5000万前置摄像头，两边搭载了90度广角闪光灯，支持冷暖双色温调节。这一点的设计我还是相当喜欢的，毕竟像我这种自拍达人，对于前置的需求还是相当大的。整上一个小补光灯，这不嘎嘎出片。S18 系列的前摄在拍人像的场景下，无论是毛发细节处理，还是氛围渲染，都相当到位。并且前戏90度广角自动对焦，也能够弥补我小短胳膊的痛点，自拍能来个清晰的半身照。那来到后面的主摄部分，5000万人眼仿生主摄，800万超广角镜头，以及下方的影棚级柔光环和闪光灯。不过多说无益啊，咱们直接上样张。这一次的 S18 采用了全新的 VCS 人眼仿生技术，简单来讲就是传感器的调教更加出色，无论是人像还是风景，都有着更好的色彩感知以及细节处理。而且下方的这个柔光环也很有创意，柔光环在 S17 系列上初次点亮就广受好评。来到了 S18， vivo 再一次将其升级，除了面积增大以外，色温的调节范围也更加广泛，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根据场景和距离自动切换色温，让柔光环适应场景，不再局限于人像，拍摄美食也能够更加鲜亮有层次。这美食照片你就发朋友圈吧，一发一个不吱声。在这一点 vivo 还是相当有想法的，要知道灯光打得好，摄影没烦恼。 vivo 在 S 系列通过添加灯光的方法来拔高影像能力，我认为在中端机上算是非常好的思路了。
毕竟预算摆在这里， vivo 用了一个讨巧的方法来提升拍照能力。除此以外， vivo 的其他影像小细节也深得我心，就比如这个多巴胺水印能够根据照片风格自动匹配出合适的画框颜色，还有这个 AI Vlog 引擎在拍摄视频时能够全程为我出谋划策，给出合适的拍摄方案，轻松拍出电影感。其他方面啊， S18 整机质量189克，厚度7.45毫米，上手更加轻薄。不过就算轻薄啊，也没有减料，5000毫安时的超薄蓝海电池能够让 S18 保持轻便的同时还有着更好的续航，并且 S18 还搭载了骁龙7Gen3，支持16+512，通过内存融合技术，最高还可扩容到32G 运存，性能方面没得说。而全新的 AI 蓝心大模型的加入，也让 S18 的体验更加流畅智能。毕竟现在做手机不整点 AI 都显得有点那么不合群了。总体而言，这一次 vivo 在设计语言上更加出彩，从之前的 X 系列的华夏红、日月星辰，再到现在的花似锦， vivo 始终在探寻着神秘的东方色韵。诗词歌赋的文采斐然，琴棋书画的才思横溢， vivo 的每一部手机都承载着中华文化自信的风骨，用沁人心脾的才思横溢找到了我们共同的美学归属。在如今手机性能提升达到瓶颈的情况下， vivo 率先在设计上开创了新的赛道，让手机的外观设计成为了各大厂商比拼的另一卖点。而一款性能过关、设计出彩的手机，正是消费者们所需要的手机。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这里是小七设计所，我们下期再见。